作为一个只有 2.5 万平方公里的中东小国，以色列军事工业体系自建国以来就在不断的战争中磨练成长。失事战斗机是以色列航空公司于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一款先进战斗机，主要肩负近距空中支援、战场遮断、截击防空任务，用于取代幼师 F4A4 等机型。在已研制出原型机的情况下，中因经济预算、美国施压等因素而停止。时代背景：以色列建国初期主要依赖法国提供的战斗机。1967年6月6日战争后，法国为保持中立地位，于1968年起对以色列实行禁运，拒绝交付以色列已付款的50架幻鹰5战斗机，跟美国人扣押巴基斯坦的 F-16 一样。危机感强烈的犹太民族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战斗机，并在幻鹰5的基础上研发了幼师并服役。此后作为幼师的替代机型，以色列开始着手研制新一代战斗机。研发历程时间进入70年代，由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出资研发失事战斗机。失事研制方案于1979年对外宣布，当时预算研制费用约 5.8 亿美元，后期实际达22亿美元。美国以军援方式投入 80% 以上资金。1981年4月确定动力系统为美国普惠公司的 PW1120 发动机。1982年2月和普惠公司签订合作生产 PW1120 发动机的合同。1983年6月以色列和格鲁门航宇公司签订研制复合材料机翼和垂直安定面合同。1986年7月21日首架失事并完成装配。12月31日首备。截止1987年8月30日共制造2架原型机，都是双座型。截止1987年8月30日已完成大量飞行测试的失事战斗机，由以色列内阁宣布停止研制，但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仍坚持完成用于航电设备试验的第3架原型机。Levy 失事战斗机编队飞行改进型号，以色列于1999年提出先进对地攻击型、先进控 U 型两种方案。先进对地攻击型主要换装 F100PW-229 型涡扇发动机，比 PW1120 推力增加 30%， 增加座舱及发动机部位装甲，改善火控系统，增加保型油箱。参考一下歼十保型油箱想象图。先进控 U 型主要换装 AL31FM 型涡扇发动机，降低成本。由于发动机直径及长度增加，整个机体也变大。机油后略梯形翼改为切尖三角翼，压翼前翼增大面积。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中国的歼负十？性能参数：最大飞行速度 1.85 马赫，实用升限 14,000 米，航程 3,700 千米。作战半径：空空任务 1,850 千米，空的任务高低高 2,130 千米，空的任务低低低 1,110 千米。有效载荷 7,269 千克，起飞滑跑距离 305 米。座舱采用气泡挡风玻璃，具备良好的视野。最终结局：在研制过程，以色列军方不断提高对飞机的性能要求，最终使失事发展成一款性能优秀的轻型战斗机。这也造成了以色列对成本预算估计不足，同时对美国同类机型 F-16 的外销市场构成严重威胁。最终在双方密压力下，失事陨落，曾经的天空卫士只能停在地面供人参观。 PS 至于失事歼十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后面再补一期歼十发展史。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